的第二个防守篮板。哦，球虽然抄到，但是被裁判抓了犯规。就感觉 AB 是不是人真的很 nice 啊？就是蓝少辅外线跳投，今天都打前框。辛巴这个球被卢哲义抄到 ，AB，、哦、这球应该会吹下面的田浩。哦 ，AB 还顶了一下辛巴的胸口，嗯，很精彩的哦。理论上少爷应该不会想，嗯，你这个角度这样看过去，就辛巴应该没有必要吹他犯规，那应该是在下面哦，田浩是推人的。基本上就是在三楼打二楼啊，那没办法。AB 这个球也被封住，李佳瑞第一线防守成功了。那重点就是说，在第二波跟第三波真的太难挡他了。嗯，哇 ，AB 倒地之后球也掉了。林一辉这个上篮不客气。前面奎哥有强调蛮多次的，就是在三月份。